手机在魏巍的手上，然后帆船的绳子勾到了他手机架，然后他就一放就随风吹向大海。对，在这里面，哎呦烦哦。然后我现在脸就是看到他都超臭，怎样？有救生衣的人，手机抓的不跟救生衣一起扑通跳下水，抓好手机，他就哦手机要掉了。啊，他是被抽走的。我刚以为我老公跟我离婚。让泪水洗。小白哥抱抱都指控老婆把 iPhone 掉海里，下风惨哭，以为要离婚。把船弄下去，然后一步一步来，慢慢来。是都指控暑假带着妻小一起去学风帆，制造了不少回忆，也差点酿成悲剧。他拿 GoPro 手机在老婆伟伟手上，好笑了。现在就是刚刚在拍的时候，手机在伟伟的手上，然后帆船的绳子勾到了他手机架，然后他就一放就随风吹向大海。对，在这里面是不是退潮退到底的时候我们再下去找，没有就是再买一只手机了，好笑了。但东西都不见了，很多东西都在里面。我们出来玩了八天，第九天影片都在里面。他绝望全写在脸上。哎呦烦哦。你那你叫我信心啊，你搞什么？你搞你这样叫我信心、啊、因为我找过两三次东西上来。找什么？你找过最难的是什么？风标、眼镜、手表。如果是这样感觉上有机会。微微现在已经哭到快哭到不知道哭到哪里去了啊。算了，不用太要求他。然后我现在脸就是看到他都超臭，怎样？干嘛？干嘛？就这一种，天哪，我快疯掉了！小朋友暑假回忆全在里面，手机掉我不会哭，光想到这里我都快哭了。哎，吐完满腹苦水，也差不多退潮了，可以下海打捞喽。耶、yeah, ！危机解除，渤海欢腾。我们在完全看不到的泥浆里面呢。加油！嘿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好朋友。Problem. Love you, love you, love you. 压力很大。你哭什么哭？就你哭什么哭？去跟 Darren 说谢谢，去跟 Darren 说谢谢。No problem. 哦，这应该要舌吻才可以的。不行，我女朋友。我刚以为我老公要跟我离婚。呵呵，伟伟超可爱的啦，哎，有事情要说，哎，可以拨打保护专线113。哈哈哈，开玩笑的。来哦，开箱。开箱喽，手机。好感人哦，而且还会亮哎。弄得干干净净这样子。然后我刚刚想说，完蛋了，我的婚姻危机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为了这么一点点事情就婚姻危机。是吗？你刚刚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哎。是不是看 GoPro 跟你讲，看我怎么讲。小两口打打闹闹的真好笑，再看一次你 GoPro 怎么讲。三立娱乐新闻，怎样？报道。